这个蹄儿那儿，这是缝蹄，和那个头一个，和那个一样，和那一样，就是说呀，不是这个就一样。缝蹄看到没？缝蹄，这蹄子也坏了，肯定坏了，这都成这样了，肯定坏了。你看就坏了，缝蹄，下来吧你，很厉害。里边也翻层了，一层下去了。看看房梯好呗，俩房梯接。不破了，接吗？就这个。嗯。好像吗，老板？不听话就再给你一拳，不配合。啊，上面又上面拆了湿了，拆了湿了，哎呀，太脏了。哼，缝了几针了？秋，缝了几针了？得缝几针啊？这怎么也得缝个七八针。四牙吧，哎呀，真假，不一定挨打。你四牙不行了呗，今天刚弄回来的，五岁的四周年的小猫，凑了乖乖，哎呀，啊，你看你看你动，五岁了，今年还那么难拿呢，今年长这么大，五岁了，那么穿那样，别乱动了，哎呀，不听话，跟你星星蹄子那就好了，走路都舒服了，看错了，我都不敢这个路，就是这个蹄子那个大点，就是弯的那个啊，又没了，这就弄成了。这么难缠，哦，这都烂了，这个蹄儿，就是它这个蹄儿疼啊，就是它不老实，这蹄儿烂了，坏的这蹄子，这个蹄子坏着呢，所以说它疼，不管什么，哎呀，做驴也不容易啊，没事，绣好了就好了啊，哎，绣就好了。像这样，就让它这样就行了，是吧？它这个蹄儿那儿，这是缝蹄，和那个头一个，和那个一样，那一样就是说呀，不是有吗？就让它这样嘛，就，可不就这样？这蹄子修不好看，这样长长再修修是吧？长，这得油炸，怎么着油炸？嗯，什么意思啊？看到了，弄不了，就这样。油炸，咱们炸过的样的油，五百油，半斤，把蹄子一裹，油冒在肩上来倒多少渗多少，油不出来。